哎，你这个案板要是有人出10万块钱，你卖吗？多少钱不卖？他们有没有说你这是木屑肉夹馍的？你说，他说有一半肉一半木屑。大家好，我是霍爱斌，今天来到山东菏泽巨野，带大家看一下传说中的木屑肉夹馍。哎，这个肉夹馍是多少钱一个？5块一个。哦，5块钱一个啊。大爷，这个案板有历史了，做了18年了。18年历史了，哈，我的天啊，都剁出一个大坑来了。对，哎呀，看着有年代感啊。他们有没有说你这是木屑肉夹馍的？你说，他说有一半肉一半木屑。啊，一半一半。啊，但是这种来说木头应该是挺硬的啊。对，嗯，哎呀，18年都这样，那多嘛也很少，老、嗯。这个刀也是这刀用烂的，用了27年了。用27年的老刀，对对对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刀可能都停产了是吧？对，哎、是吧？磨断了，改歪了我。哦，在这就是后头这前头磨完了要改歪了吧？哦，呀，这个刀好啊。嗯，好，这个刀好。大爷，您做这个肉夹馍做多少年了？到今年春节28年。28年。对。哦，哎呀，28年的老刀啊。那个你加啥？加串加鸡柳。啊，14。加鸡柳。嗯。哎，老弟啊，然后过来买啊，咱们过来买的这个男的多还是女的多？大爷，男女都多啊。啊，男女都多，年轻人多，老年人多？嗯，还是年轻人多。年轻的啊，哇塞，因为啥？富家门里面真不赖，又当磨又当菜，小女孩也缺美，男孩也缺帅，所以男女都多。又当饭又当菜啊！哎，啊，这个饼是你自己做的？自己做的。哦，白吉馍。嗯，一天最多卖过多少个？卖不多。不多，我看你这个生意暂时不错，卖不多。保密啊！保密。您今年多大年纪了？52了。52岁。到今年春节53。哦，一天干几个小时？15个小时吧。人家都说这个卖肉夹馍的都买好几套房，那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，这是个谣言啊，谣言。嗯，哎呀，看着啊，这香啊，哎呀，加辣面吧，撒点孜然辣椒面。来，吃了富家肉夹馍，对不对？可考好大学啊！啊，吃了肉夹馍，考个好大学、啊。富家门里面顶万万，车用的考上北大和清华啊！哎，你这个词儿是跟谁学的？自己编的。现在肉涨钱了，也没涨钱，白吉馍也是5块。啊、哦，肉都24块钱一斤了。您这个5块这个价格卖多少年了？7年了。卖7年了。到今年都8年了，卖了都。我的天，肉涨价了还不涨价、嗯？哎呀，看看后边啊，这么多排队在这买这个肉夹馍的啊，你看，人太多了，太热闹了。钱太脏。哦，钱不能用手。对。哦，这拿镊子找钱，对，看着没？啊，拿夹子啊，两个14是吧？嗯，看着。哦，大爷，您做的这个啊，比较立正、啊，一定要讲究，嗯，很讲究啊。哎呀，我的天，是这个你的瘦肉、啊。哦，咱们看看啊，这个是瘦肉啊。对，这个猪肉都是每天早晨现买。啊，早晨现买。啊，你这猪后腿哦，你还接受的。这个猪后腿看着香啊，嗯，很不错啊。对，这个板有没有漏过？没有，还没漏，还没漏。还有3指不到，2指多。还有3指多厚。哎，快到了，准备换案板吗？不换，不换。嗯，哎，你这个案板要是有人出10万块钱，你卖吗？多少钱不卖？啊，就是蹲那这干实验上的标志，象征。啊您这个肉夹馍最远有从哪过来吃的？有上海的，上海有东北的，哦，嗯，北京也有的，也有。那几个？3个。啊，咱们尝尝大爷28年的大饼。哦，可以啊，脆啊，哦，很香。那。大爷，乐观的心态，点赞。